我有 Pinocchio 呢个病，一讲大话就会打失忆，所以我要讲真话。我要做记者，虚伪传真，就是新闻。新闻就好似洋葱，要一层一层咁剥开，先可以见到真相。捍卫真相，无畏无惧。我要将你同会长嘅不法勾结公诸于世，全部报道晒出嚟。李宗社、朴信惠闯入新闻界，彻底披露韩国传媒生态。NH 补习专家 K Beauty 呈现《爱上 Pinocchio》，下星期五起，星期一至五晚11:01 J2。